史文明啊嘛，所以呢個古歷史裏邊咧，撚咗好多啲外星嘅啊科幻嘅古仔落去啦嚇。咁啊，因為咧我頭先講噶啦，喺第二 part 嗰陣咧，我嗰個古仔未講完，咁我就借用第四 part 呢度咧，喺玄學小百科之前咧嚇，我哋就補翻少少個古仔，個古仔個內容都幾更加長篇，因為。以之前所謂的所講嘅星球大戰嚇，就係嗰個呢個啊南河三嘅外星人同一個嚟自泡沫空間嘅另一個宇宙嘅蜥蜴人、爬蟲女人展開戰爭，係咪？咁啊，最後兩敗俱傷，大家撤離啦，咁走咗。咁跟住咧，佢哋話啲人問翻：喂，點解你哋嗰時你哋個種族嚇，佢哋個祖先仲恐龍嗰陣，就算思想已經進化到思想，都冇理由知道咁清楚呢啲嘢㗎咁樣，都challenge佢哋咁樣嘅。咁佢打得好玄妙，佢打得好機警㗎咋。嗰個萊瑟塔嗰位女士咧就佢話，因為佢哋嘅祖先揾到一啲嘅光碟，一啲磁碟上面有記載，呢件啲磁碟喺邊咧？就係當時嘅南河三啲外星人臨走之前留低嘅一啲嘅記錄嘅。佢就因為記錄咗呢個戰爭啊，點解要走啊咁樣之類此類。咁你前面佢哋得到咗之後，佢哋破解咗之後就知道翻過往嘅歷史原來係咁樣嘅咁樣。哦，仲有翻版碟睇咁。係啦，翻版碟睇啦，覺得你自己兜得幾完美啊，古仔嚇。咁我哋當睇小説咁睇嚇，幾有趣嘅小説。好啦，跟住佢咁講嘅，佢話跟住之後咧，咁啊過去咧，跟住佢哋喺度發展啦，到一千萬年之前咧，咁佢哋嘅科技發展到咧可以喺我呢個太陽系裏邊嘅其他星球咧建立佢哋嘅基地啦，所以當時嚟講咧都算係高度文明噶啦，佢哋嘅呢個蜥蜴族嘅人馬，地球上邊嘅蜥蜴人，咁啊當時嚟講建立好多基地嘅時候咧，就覺得繼續發展落去咧應該係可以好尖端科技咁樣，咁嗰時人類都仲係猿猴科嚇，未有嗰啲智人啊、直立人出現噶，咁到咗後期咧，喺大概喺呢個150萬年前，就係好早期嘅原始人類嘅時候啦，嚇咁咧就嚟咗另一批外星人啦。又有地球不嬲都好多外星人嚟光顧嘅，因為有生命存在啊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我就等同我一樣啦，我地球不嬲派好多探險船去揾其他外地外文明，只不過人類而家科技未跳飛得出我哋嘅太陽系啫。如果有一日我哋人類科技去到第三度文明嘅話，係可以穿越宇宙去到其他星球咗。咁你發覺，咦？嗰度星球上面有生物存在喎，你都會去嗰度及啦，係咪先？咁啊，正常嘅，正常嘅，正常嘅，即係同一個心態探索啫嘛，係咪先？啊，一樣啦。所有外星人嚟到發覺，咦？呢、這個地球上面有堆嘢會喐嘅喎，啊咁啊，不如睇下嘅先進啦，定係落後啦咁樣。咁所以一直以嚟咧，地球都好多啊唔同嘅外星人走嚟走去嘅。啊，當時嚟講咧，喺150萬年前嘅呢一批外星人咧，嚟自邊度咧？就係北宿五喺邊度咧？北宿五就係某宿星團。某宿星團裏邊，即係河道十二宮裏邊嘅金牛座裏邊嘅其中一個星啦。啊，咁就係大概距離我太陽咧，大約係65光年嘅一個紅巨星嚟嘅。65光年唔算太遠啦。係啦，咁就北宿五，咁佢就係嚟自於呢個北宿五星系嘅一班外星人。咁佢嚟到地球上咧，佢哋就唔係要開採資源嘅。佢哋對嗰啲咩金礦銅礦咧，佢哋嗰邊大把嘅話，即係佢哋唔係話太需要攞呢啲資源。佢哋想整咗咩咧？就係發覺呢度有猿猴科嘅生物係可以去改進。可以改佢啲基因咧，等進化成有智慧嘅生物。系，咁你可以建立一個咧有智慧生物嘅動物園，銀河動物園，即係俾佢哋作為研究嘅。O K， 即係所以咧，人類係被製造出嚟俾外星人去研究同觀賞用嘅。原本嘅低等生物係啦，幾好啊！呢個理由唔錯。係啊，咁所以咧就開始就出現咗有智慧嘅地球人啦、人類啦咁樣嘅，咁而當時嚟講咧，佢哋其實咧，佢話根據翻佢哋嘅記錄，過往出現過六次文明，但係即係每一次嘅文明去到咁上下，就又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就又冇咗啦，再度發展新嘅文明啦咁樣。而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咧，係被佢哋不速五製造出嚟嘅人嘅繁衍之後嘅第七代人。啊、我哋已經是第七代的文明了，第七次的文明了，就是這樣說，明白、啊、第七次的文明了，之前六次毀滅了、啊、而毀滅其中一個原因呢是什麼呢？就是北宿五時呢在地球呢擴展得太快，令到呢侵佔了他們這個
即係喺我哋呢個太陽系裏邊啦，發展得太快啊，霸佔嘅地方太多，所以引起咗佢哋嘅呢個萊瑟塔佢哋嘅個種族，佢哋嘅族裔咧就覺得我哋嘅領域受到侵佔啦。咁、雖然咧佢知道佢哋嘅科技已經好先進，但係原來同呢班不速五比嘅話唔夠，佢哋呢個不速五嘅科技起碼高佢哋兩倍，哦，即係更先進。Okay. 但係因為地盤受到侵擾嘅時候，冇辦法啦，都要同佢哋開戰啦。咁啊就互相撕拼。咁但係所有嘅喺佢哋，即係因為佢哋科技比較高啲啦，不屬五。佢話：咁佢哋形容就話咧，佢哋喺我哋太陽系建立嘅其他基地，譬如喺火星、金星啊、水星、月球啊，周圍都建立基地，但係全部俾佢哋毀滅曬，俾不屬五毀滅曬。咁最後嘅戰爭嚟咗咧，佢哋只可以佢哋就算喺匿喺地底嘅城市都俾佢毀滅咗好多。哦，所以佢要轉到落去地心。O、okay, K， 即係地心世界係佢哋開發嘅。他們有份開發，有份開發，是的，因為他們轉到地心，因為為什麼呢？他們原本建立的地底世界已經被他們摧毀了、但他們只可以摧毀他們地面上的一些的設施和基地、即是兩邊都廝殺了很久，打了很久的戰爭。那這場的戰爭大概發生就在5000年前，那就是聖經啊、印度的摩根佐達羅那些古蹟、那些古書裡面記載的人類的一些極限戰爭，人魔大戰、神之戰、神戰，是的，所以有些核彈又爆破又成那些這樣，印度那個廢墟摩根佐達羅那樣，是有核彈爆過的痕跡，就是玻璃嘛，是的，是的，因為經過高溫玻璃化，是的，岩石玻璃化，那一定是經過高溫才類似是起碼是要核彈那種的能量才可以做到這樣的情況、還有一瞬間，所以一定是核彈才可以做到的，是穩石都做不到那個效果。 OK， 是的，所以摩根佐達羅是一個 最出名的，最考古界來說最難解的謎題，5000年前誰扔了一隻核彈出來炸在這個城市，是但如果根據他這個說法的話就可能說得通了，因為是他們的星球上面的高科技文明的大戰啊，咁梗係會有好多啲高科技嘅產物啦咁樣，所以咧喺啲古本裏邊，當時嚟講咧，佢哋嘅人類嘅祖先都記得喺呢個文明之前嘅一代嘅文明嘅人係打過呢場世紀驚人嘅高科技大戰嘅咁樣，咁啊到後期我哋第七代人咧時候咧就當咗嗰啲咧就變成神話傳說啦。OK， 而第七代人咧就佢話一直以嚟因為佢匿曬落地心啊嘛，咁啊諗住咧就唉水啦慘啦，外邊就俾呢個不速五同埋佢哋製造出嚟嘅我哋啲人類咧就霸佔曬啦咁樣嘅，咁但係點知咧過咗一段時間裏邊咧，佢哋再翻上地面嘅時候發覺咧，不速五啲人走曬，走曬，咁、剩翻啲咧啱啱開始進化有進化有文明嘅我哋呢一代第七代嘅人類啦，咁但係嗰時都仲係好落後，所以咧佢哋咧就上嚟地面咧就教起咗我哋啲人類嘅一啲嘅智慧啊乜，即係佢哋形容咧我哋呢一代嘅文明嘅人類係由佢哋一手栽培出嚟嘅。哦、OK， 啊，呢個講法就係佢哋嘅講法啦。不過咧，佢話最搞嘅就係咧，不速五咧，因為走之前咧做咗啲好卑鄙嘅嘢。例如咧，因為佢哋整咗一班人出嚟啦，可能監即係睇到咁耐之後，發覺等佢哋。我懷疑咧就係、如果呢個故事係真嘅話，我的角度睇就係話不速五整咗人類之後，進化到開始發展文明啦，咁佢哋先走先。哦。可能有某些原因我要回去自己不屬五個那裡先，等到過了很多 N 年之後再回來看看你們進化成怎樣先，這樣都未定的、又或者因為整了這麼長我或者可能去開發第二個星球自生自滅啦、等你自生自滅他可以開發第二個星球都未定、但他臨走之前呢因為害怕我們呢這一代的文明的人類呢會跟這個地心世界的人呢溝通交流，到時佢翻嚟咧就唔好統，即係冇咁好統治啦，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哋做咗手腳，佢就喺我哋人類的基因裏邊咧注教曉咗嗰啲智慧，就係光暗與黑，光明與黑暗，神與魔嘅一個概念。哦，正義與邪惡，善與惡，就教灌輸咗呢種知識落去我哋人類的基因裏邊。等就話咧，嚟自天嘅就係神，嚟自地心世界嗰啲就係魔。所以你不可以跟魔鬼接觸，不可以跟魔鬼有交流，所以變成他們一直以來其實他們的歷代呢他們說他們地底世界的蜥蜴人呢上來多次想跟人類和平共處的，但因為人類被灌輸了這個地底來的就是魔鬼，所以就排斥他們就不跟他們交流、哦、
幾得意啊！呢個解釋幾好啊！係啦，咁呢個佢寫到即係佢哋作呢，我當大眾當佢作嗰個故仔咧，係作得都幾工整嘅。係工整嘅，雖然有好多北沙，但係都 OK， 可以一睇都算係講得通順啦。故仔就寫得啦，但係佢哋係個 post 係一次個 post 出嚟嘅嗰陣時。係啊係啊，佢跟住就慢慢有人問佢，佢喺下低覆佢咁。係啦，類似嗰啲咁樣啦。咁當時嚟講咧，佢話。他們還解釋說，自此之後過去的這麼多年以來，不停都有其他不同的外星種族來到地球，只不過呢，他們來到之後呢，可能研究沒多久就發覺地球有一種這樣的基因的時候呢，這個很利用了，所以他們永遠呢，因為他們覺得是天成來的就是神嘛，所以很多人來到之後呢，就跟他們宣揚他們知識，就是我們就是神了，我們來到是神了，所以你要聽我說了，就受我們主使了，幫我們掘金啊，採金礦啊，那些這樣了。啊！呢、這个就系被利用咗佢哋我哋人类嘅所谓光暗啊、善恶基因啊咁样嘅。哦，咁所以咧就，所以第二咧就创造咗好多唔同嘅宗教嘅神出嚟啦。咁样啊，譬如埃及嗰啲神子，基督教嘅上帝，佛教嘅众神咁样之类嗰啲咁样，都系其实系外星人嚟嘅。咁只不过嚟到之后咧，就借助你哋中意喺中意讲天上嚟嘅就系神啊嘛。咁我哋咪神咯，系咪先？啊，几好用啊，系咪先？我系神，叫你做乜都制，系咪先？系咁好嘅身份，点解唔用啊？系咪先？咁啊，所以咧一直以嚟咧，变咗佢哋就被打压成咧。在地底世界的就是邪魔外道了。他有没有提过地底那些蜥蜴人有同过地面的人魂那种？这个他没说。没说。他没交代。嗯、最终的访问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啦。是所以呢他就说、所以你们一直 都不知道我们的种族在存在在地心里面还有我们真实身份、啊、世界是应该是怎样的。但其实我们不是华人来的。之此类就当时你们 post 了这个 post 后就引起了、啊、当时在网上一轮的。討論戰啦，有信嘅，有唔信嘅，有好似我哋呢啲吃瓜群組喺度剝花生睇小説咁睇嘅啫，但係都幾到覺得都幾 interesting 咁樣係咪先？咁啊，如果係真嘅話，咁啊都好多嘢解得通咯，變咗即係我哋所謂嘅科學之謎係咪先？但係如果係假嘅話，咁我誒呢個故仔都寫得算係幾吸引啦。嗯，當個科幻小説嚟睇嘅話，都幾 interesting 嘅，就咁樣意思啦。不過，其實咧喺好早幾年嗰陣啊，我哋地球上邊啊 NASA 嗰邊咧，其實曾經咧收過唔少嘅地心信號嘅。哦，係啊，呢、這個真係未聽過。係啊，地底發出嚟信號。廿五年前啦，至少廿五年前啦，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咧曾經就披露過嘅，佢哋接收咗地球嚟自地球內部嘅一啲嘅無線電嘅信號嘅。嗯，就因為。佢啲即係地心都會傳出，不停都會傳出嘅一啲嘅，因為地球嘅脈衝啊、板塊移動都會產生唔同嘅信號嘅電波出嚟噶嘛。咁、嗯、但係嗰啲自然形成嘅電波係唔會有一定嘅硬性規律啊咁樣噶嘛。嗯、但係佢話即係同埋會分散啲噶嘛。但係咧佢話廿五年前嘅 NASA 已經收咗啲有一組嘅信號咧係好穩定，同一個方向不停咁樣發放上嚟嘅。哦 ，OK， 嗯，係。咁所以話呢、這個肯定唔會係自然形成嘅。咁但係因為太深到人類暫時來說是沒有能力落袋探索的，所以只知道有個這樣的信號在地底上放出來，但他們呢就實在不太清楚究竟這個是什麼信號。而在1995年的2月4日加拿大的每週世界新聞裡面呢，也都將這個信息呢的新聞也都公布過的、嗯、所以不是說只是、傳聞那麼簡單的。收到信號啊！係啊，佢因為地殼嘅，但係佢破唔破解到個信號係咩意思？有傳聞話破解過嘅，係有傳聞話破解過嘅。佢話佢就係話咧，我哋係嚟自地心嘅文明啊，咁樣類似咁樣打招呼咁嘅意思嘅。哦，嚇、啊、咁，但係呢個都係傳説啫。但係整個新聞就淨係知道話公佈過收過有啲類似文明嘅，嗯，非自然界嘅信號喺地心出嚟。但就冇講係乜嘢色度。但以 NASA 嘅作風，佢應該會覆翻佢喎。應該係會有嘅，但只不過呢啲嘅資料就我哋係睇唔到啦，唔知噶啦。OK， 啊，即係因為佢係穿過咗地殼幾百公里厚嘅岩層上嚟噶，即係以人類科技要打個信號，穿過幾百公里嘅岩層打到落去，人類係做唔到。哦。但係呢個色度可以咁樣喺地上地殼裏打上嚟，穿過幾百公里嘅岩層。打出嚟，所以變咗肯定唔係自然界嘅信號，而只不過就佢哋有咁嘅能力嘅話，應該就係完全係我哋無法估計嘅高度文明啦。
咁呢個絕對高度，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哋有咁嘅能力嘅話，我就我哋射色路落去啦，係啊，就係佢哋射上嚟啦，係咪先？係啊，咁所以咧就呢個其實一直以嚟咧，各國政府暗地裏係希望有辦法入到呢個地底。點解？所以點解全世界咁多探險隊有國家支持嘅？啲探險隊唔係話阿媽阿狗，哎呀Andy， 我哋組織個探險隊，係我哋冇財冇勢點探險啊，大佬！世界各地所有啲探險隊都有。國家背後，梗係有分定㗎啦，背後支持嘅。最要嘅目的係咩啊？探索地底，係啊，係咪真係有地心世界？係咪有啲古，有啲超越佢哋嘅不知嘅文明？第二咧，最出名嘅故事就係講 NASA 喺某一個地方，唔係 NASA 啦，即係美國啦嚇，美國啊，某一個地喺某一個地方建咗一個地下基地。這個有機會我會慢慢細講嘅。而喺建造呢個基地下基地當時嚟講咧，係遇到地底世界嘅人。發生過戰爭嘅啊！呢、這個我想聽呢、這個，係啊，呢個我想呢、這個有機會咧，我好感興趣、啊，我會慢慢將個資料拆翻出嚟同大家分享。因為點解咧？呢、這個戰爭嘅後果出嚟嘅情況咧，同一單喺前蘇聯當時嚟講咧，亦都發生一個地面戰，同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嘅外懷疑外星人嘅生物戰鬥，而最終咧釀成一個悲劇嘅。呢啲好聽啊！呢啲係啦，咁呢個咧就同嗰度，但係嗰個悲劇嘅效果咧，同佢喺地心裏邊遇到嗰啲一樣嘅效果一樣。咁所以咧，呢個係美國政府當年嘅一個隱蔽咗嘅消息。咁啊，將來有機會我會慢慢仲講到呢一單嘅嘢嘅。咁啊，只不過今次咧呢幾集全部講地心嘅一個傳說啊、世界嗰啲資料嘅一系列嘅咧，即係話唔再講啦，因為講太多嘅，大家會好悶嘅，都係單講地心啊。咁啊，地心啊，諗到會有啲外星嘢㗎咁樣，又或者就諗到一啲潛咗喺地底，因為佢講到明啦，有啲地心世界入口咧喺百慕達三角洲個海底下邊，喺海底添啊。係啦，因為不嬲都話。不嬲咁講啊嘛，喺百慕達三角洲裏邊揾到個地啊，就係金字塔，金字塔噶嘛。而呢個金字塔係非常之巨型，比喺我哋地面上面嘅所有嘅胡夫金字塔都仲要巨型噶嘛。嚇，而且佢有個好，佢另外有個好似入口位嘅地方咧，大量嘅海水係喺嗰度咁捲入去噶嘛。哦，嚇，但係入咗去啲海水唔知喺邊度排，唔知排咗去邊度咁樣噶嘛。有坑渠蓋咁。係啊。咁究竟通去邊嘅咧？係唔知啊嘛，人類科技暫時未有能力咁樣穿過個坑道去啊嘛，嚇、啊、咁所以變咗暫時嚟講，淨係知道佢嘅存在，係對佢束手無策嘅。但係係咪肯定有個金字塔咧？肯定有，因為所謂星雲塔七，佢唔係一個山咁樣，佢真係一個人造嘅。因為其實唔單止喺八百十三個州，喺日本沿岸海域、哦、都發現一個古建築物都是金字塔式的，是這個我也有聽過，是的是的，其實在歐洲、台灣周圍很多地方的海底下面都找到這些類似金字塔型的建築物 的遺跡，是的，只不過人類暫時還未能夠探討到找到究竟這個遺跡之前是什麼的文明的建築呢，因為它在一個海洋下面是很歷史悠久的啊！但係金字塔本身呢樣建築就到依家都仲未解釋到㗎啦。係因為點解咧？即係金字塔唔係淨係單單埃及出現，埃及出名啫。埃及出名啫，因為埃及啲最大。但係喺地球上邊大大小小唔同種類嘅金字塔係超過萬啊！係周圍都揾到啊！而且通常喺嗰啲好渺無人跡嘅原始森林啦、啊、荒山野嶺啊、沙漠地帶下面出現啊咁樣嘅，即係話呢啲即係埋喺嗰度，起碼幾千年啦。幾千年前究竟乜嘢嘅文明係咪即係喺四五千年前成個地球嘅文明係好興起金字塔嘅咧？個個族裔都起金字塔嘅咧？啲旗艦店嚟嘅，係旗艦店嚟㗎係嘛？即係全個地球所有唔同嘅古文明嘅部族都起金字塔，咁有趣，即係好似 Starbucks 咁。係啦，大家夾埋㗎係咪先？係。所以到今時今日，科學家、考古家係仲未能夠揾到個確切嘅答案，因為資料有限，佢哋仲喺度探索緊，所以。佢唔係話唔公布，而係佢未有足夠嘅資料可以對外公布，即係我話俾你聽都冇用。喂，我喺你屋企後邊揾到金字塔啊，係咩嚟㗎？唔知。喂，咁其實金字塔會唔會其實係地底人嗰啲出入口咧？都係咧。有人有人或者係因為其中一個地心世界嘅出入口傳聞啊，係喺邊度咧？
獅身人面像後面的耳仔後面的出入口就可以直通到他地底世界了。哦，這個、啊、有這樣的講法的嘛。有、啊、但因為至少知道獅身人面像這個耳仔後面的、那個、入口位呢是可以有一條隧道直通到地底，而那個地底裡面很多有長的走廊可以通到胡夫金字塔、啊、通到其他金字塔的底部、啊、但是那個就好像很窄很小，很窄很小，是那就很窄很小，那可能不是很適合，不是很啱地底人的 size 行喎。係啦，只不過呢個新的發現就覺得話，誒、欸、原來所有金字塔啊、獅人面像地底下面有咁多走廊嘅，可以通到唔同嘅金字塔嘅墳墓嗰度咁樣嘅。究竟嗰當年嗰整嚟做咩嘅咧？嚇、啊、嚇、啊，而且又唔聽見話係埃及人自己去掘嘅喎。咁究竟呢就係咪埃及人當年嘅埃及人做嘅咧？定係？之前已經擁有，已經出現嘅咧，係好似話獅身人面像係比金字塔更加耐啊嘛，係啦係啦，因為呢個咧，同埋話佢哋係好似俾海水浸過，係啦，呢、這個將來咧，我有機會再 detail 再講講啲新嘅發現，關於金字塔啊、獅身人面像嗰邊嘅新發現啊嗰啲咁樣啦，因為佢哋好多嘅證據顯示咧，因為一直都係咁講噶啦嘛，因為獅身人面像已經係出現比金字塔仲早出現過喺嗰個地方噶嘛，嚇咁啊！但係究竟邊啲人起咧？啊咁啊呢個咧好多新嘅證據係推翻咗以前嗰啲所謂嘅歷史學家嘅猜想嘅研究啊！咁、所以咧將來有機會再講。哇！呢啲我想睇呢啲。係啦，係好咁啊！頭一 part 呢個第四 part 補充完啦，我哋補充完呢個地心世界嘅最後資料。咁之後將來咧下一個月咧，我哋會開始。講下一啲嗰啲關於外星啲嘅嘢啦，係啦，真係去到真係外星文明方面嘅嘢啦，咁樣。好啊，呢啲仲想聽。係啦，咁我哋下個月嘅星際移民錄再講啦。好啊，我哋一唞唞，翻嚟咧，我哋開始我哋今日嘅呢個玄學小百科。好，拜拜，唔係，轉頭見。轉頭見，係。星岛中文电台是三藩小湾区专业的新闻资讯综合电台，并通过星岛电视手机应用程式星涛 TV 24小时高清广播。收听星岛中文电台新闻直播室，首先为你带来一节新闻提要。美国军舰日前在中国的星岛中文电台现已成为湾区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中文媒体。我们是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优质的节目，无限的创意，灵活的现场直播，资深专业男女主播，深受听众欢迎。星岛中文电台点缀生活，时刻精彩。一时扎扎工具，星期五任务之渣移民录。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有冇兴趣知道世间上各种不同嘅奇妙物语啦？之渣移民录带你走进奇妙世界。之渣移民录出动时间：星期五2点到4点。有冇试过想食麦当劳，但买错咗金拱门？有冇试过想淘宝买鞋，点知送错咗 size？有没有试过想让座给大肚婆坐，谁知她告诉你她只是肥了？因为人生总是充满着污泥弹道。好了，那么回来我们这里呢第二 part 啦，第二 part 第二節啦，係咁講，係啦，咁啊，跟住開始我哋玄學小百科咁啊。上次咧，即係有啲朋友咧就有真係有睇我哋嘅啲，我有成日睇指紋嗰啲咁啊上法咁啊，好有興趣咁啊，留個言咁樣話，哇，好有位朋友好誇張嚇，佢話十隻手指全部都係波紋。咁誇張？係啊！佢又有影到相俾你睇啊？佢又冇影相啊？唔知係真定假？咪影張相俾大師睇下，係咪真係真先？十隻手指都係窩紋都好巴閉，因為點解嗱？嗱，我哋上次有講過啊嘛。如果五隻手指都係窩紋嘅人，一般嚟講就係話佢比較自信啊，同埋脾氣過硬啊咁樣嘅。所以因為脾氣過硬嘅話咧，又太執著咧，好容易就令到自己好容易瀨嘢啊咁樣噶嘛。咁樣呢個就之前講過。如果十隻手指都係話，即係兩隻手掌。五隻手指都是窩紋，咁佢個脾氣可能會好硬上加硬嘅咯，好自信過爆棚嘅咯，用印度神油嚟沖涼，咁就好誇張嘅咯。真定假咧？我哋唔知，不過咧，如果係都幾犀利啊。係啦，好啦，嗱，咁我哋承接住上一 part 啦，咁啊，因為有組合好多嘅嘛，啲指紋呢只配呢只窩紋啊、流紋啊咁樣，喺上集講到啊，好啦，咁所以咧，咁接落講啦，嗱，如果你得三隻手指係窩紋。
而最尾嗰兩隻手指，無名指同埋食指、尾指，都係流紋嘅話咧，咁呢個朋友都注意啦。通常咧呢一、這個性格人咧，比較係屬於嗰啲脾氣比較暴躁啲嘅、哦。即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成日啲堆嘢都好火爆嘅，係下下都好火爆，好似食咗炸藥咁咁咧，咁你留意下，可能佢會唔會係兩最尾嗰兩手指？都是流紋呢咁樣啦，當然啦，唔係淨單單係脾氣火爆嘅，佢仲有另一個特色就係咩咧？意志通常係比較薄弱啲嘅，咁係意志薄弱先火爆啊！咁啊係啊，係即係控制唔到自己，控制唔到啊嘛，係啦係啦，咁又啱嘅，係啦，有乜做？通常呢類人咧就更加容易誤入歧途，因為意志唔夠堅定，好似俾人困兩困線兩線就做埋啲犯法嘢啊，都支持咧。所以通常咧，亦都係比較容易誤入歧途噶。咁啊，但係咧，當但係呢一類人，你個優點有即係有缺點嘅，有優點啦，係咪先？優點係咩咧？就係、是、只要佢肯努力去矯正佢呢一個缺點嘅話咧，嚇、啊、佢一般個人，因為佢就講啦，佢有佢雖然意志力薄弱，有脾氣火爆嘅暴躁，但係通常咧呢類人咧都相對地有一啲嘅精力。如果將啲精力用喺啲正途方面嘅話咧。一樣都有不錯的結果嘅，呢個唔係優點嚟噶，唔係呢個要佢揀到咁做先係優點。即係如果控制到自己啲脾氣暴躁啊，唔好咁衝動啊，唔好咁意志堅定啲嘅話，集中自己火力，將自己火力集中喺某一方面嘅專長上面發展嘅話，做一個職業運動員都係一個好好出路啊！哦，好似啊，係咪先？好爆炸力，爆炸力，好勁啊嘛，係咪先？又或者去做一啲。專注在某一方面的興趣，然後將佢發展成為一個主業嘅一個專業範圍嘅領域嘅時候，咁都一樣可以有好有前途嘅，係咪先？可以咁講嘅。係啦，咁所以記住啦，所以如果你係兩手指尾都係最尾兩手指無名指同手指尾都係流紋嘅話，其他三隻係窩紋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咧要好好嘅注大家伸對手出嚟睇下自己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咁啊，我哋呢个咧就系、是、净系手指公系窝纹，四只手指都系流纹嘅人，又点样咧啊？咁嗱，呢位朋友诶，记住啦，如果系咁嘅情况，嘅只手指，即手指公系窝纹，系吓，咁、啊、通常咧，你就代表咩咧？生命力非常之强劲嘅人嚟嘅，即系小强嚟，曱甴系啊，小强就打不死嘅，系生命力好强横噶，咁啊，而呢类人咧，通常就系先苦后甜型。哦通常我哋叫大器晚成哦、oh. 啊，通常呢兩都係少年嘅時候咧，就通常一般就運氣比較差少少，但係到咗中晚年之後咧，慢慢就會逐漸漸露頭角，最終咧最尾嘅時候咧，可能名成利就都未定嘅，即係最嬲尾先喎，先苦然後甜，呢個就係典型嘅得一隻手指公啊，得一隻手指公。是窩紋，其他全部是流紋嘅一個最典型的一個情況嚟嘅。但係如果唔係，我淨係得嘅食指，我淨係食指係窩紋，另外其他手指係流紋，咁又點樣咧？咁啊，通常咧呢類人咧，可以咁講，交際手段一流，人緣極佳，好滑頭啦，即係好滑頭啦，都可以咁講，世界仔啦，係。嗱，世界仔通常咧就俾人個感覺就係咩啊？投機取巧啦，即係唔踏實啦，走精面啦，咁啊就係啦。食指係窩紋，其他四隻手指都係流紋嘅人咧，通常俾人感覺就係呢類人啦。好圓滑，好識細，好世界仔，但係就唔係好踏實去做嘢，即係總之咩嘢都投機取巧啊。總之咧就係、是有著數攞到著啦，冇著數就閃啦嗰啲啦。即係好多時變咗佢做好多嘢咧，會俾人感覺就係做到一半唔見人。系，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咧呢样叻就叻啦，好多时喺晚年嘅时候咧，都冇乜成就，因为点解咧？佢未做到成果，发觉冇着数，就辛苦，咁就转派，咁变咗最后咧功亏一篑，即系好少一嘢由头做到尾啊咁样。咁所以呢类人咧变咗就系表面上睇落好似捞得好掂，实质上咧就系外强中干嗰类咁样嘅格局咯。咁、所以如果你係就淨係得食指係窩紋，其他四隻手指都係流紋嘅朋友咧，咁你就要好好去改善下自己呢一個嘅壞習慣啦。啊，即係你自己弱點喺邊咧，就係唔夠一氣呵成，即係做嘢容易半途而廢，淨係想用最方便、最快捷、最簡單嘅方法做到嗰樣嘢就算數啦咁樣。咁好彩嘅話，咁有啲人都係咁樣炒下炒會成功嘅，但係呢種成功係因為基
碰機緣啊嘛，佢冇實力啊嘛，好彩咯。係啦，咁如果個運氣過咗之後，咁會唔會臨尾有一鋪清袋咧？啊啊，呢、這個呢、這個我哋嚇好難估計嘅。頭先贈你一句啊，係啦，即係總之就係嚇投機取巧係有強項，係有優點，但係唔可以攞到嚟用，即係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即係一條橋嚇。咩、嗯、啊？我哋咩有啲多年嘅當紅歌手啊？啊，一首歌唱，一首歌就一曲走天涯啊嘛！佢最紅係嗰只歌啦，去到邊度表演都係唱嗰只歌嘅啫。夠啦，冇啦。好啦，到嗰只歌唔 hit 嗰陣，佢就冇嘢做噶啦。啊，所以記住啦。OK， 好啦，如果淨係宗旨啊，我哋問候人嘅宗旨係波紋。其他手指是流民的朋友呢，那你就記住了，通常這類人呢就是理想好高，志向抱負好遠大，但是只有個諗字。笑話鏡啊，是不是一個諗樣先？因為通常呢他就比較會將它變成一個怎麼說呢，是一個、變成實際去執行的一個情況、哦、因為通常他們都是理想化咯，即係諗得啊啊啊，好好好乜嘢咁樣嘅，成日都咁講啦。idea 佢哋好多，嗯，計佢哋係有嘅，但硬係就諗多咗做。嗱，呢個好典型就係屬於咩咧？雙魚座。哦，水象。雙魚座嘅人咧喺創意方面係無限㗎，其實，因為佢藝術創意係好強、好勁、好多，其實佢有好多 good 嘅 idea。因為他成日都心智福至心靈地突然間靈光一閃咁樣嘅，但係佢哋嘅弱點係咩咧？雙魚座人大部分就係諗咗唔做，即係所以咧，雙魚座人咧做，如果係譬如一間 designer 公司咁樣設計啲嘢、design 啲嘢嘅話，揾雙魚座負責做設計，但係執行嘅咧要揾其他人，譬如處女座啊、白羊座啊，行動力好驕人嘅啊，或者係摩羯座嗰啲，會有好有行動力嘅人咧。去幫佢執行咧，咁就 work 啦。如果唔係嘅話，真係齋佢一個坐喺度嘅話咧，哇！諗到天花亂墜，齋諗，齋諗，係啦。咁但係咧就實際上冇做過嘅，係啊。咁最後咧就白白錯失咗啲機會啊咁樣嘅。咁所以通常咧，如果你係雙魚座，又係淨係得宗旨去問候人嘅，係宗旨係窩文嘅話，咁你就注意啦。最好去改呢個不良嘅壞習慣，諗到嘗試去做一做。啊、即係可能有不錯的效果，令你有新的發展都未定，即可能對於將來的成就可能會更加好都未定啊！嗯，啊、即係要學識腳踏實地啦。Okay. 但係通常聽咗都不會做啊。咁啊係，即係知係一件事，執行是另一件事啦。即所謂我意見是接受的，但作風永遠係照舊噶嘛，即係最中意咁嘅人噶嘛。好啦，咁啊，至於嚟到咧，淨係。正是無名指是窩民，其他手指是流民的人又怎樣呢？通常這些人都會有一個情況很有趣，就是少年得志，這麼大哥是啊，在年輕的時候風調雨順，樣樣東西都很容易就成功了，而且他很高的辦事效率或者統領效率，即是點人做的是很厲害的，是、啊、辦事效率都很快都很厲害，但是是三分鐘熱度的、oh. 是有頭威風尾塵的即是可能哇開頭嗰陣哇除衫除褲好激動咁樣，但係佢埋牙嗰陣真係好快就完事嗰啲，即係凡哥嗰啲，即係阿吳超先生，吳超，佢有啲快，大家忍忍。佢唔係喎，唔係一開始話我有啲大，你忍忍嘅。作得有啲大啊！作得有啲大，所以大家忍忍。啊，系啦，讲嘢个人都。总之就系话，逢系无名指有窝纹嘅人，我想睇下只手系咪先。就记住，都几似喎，少年得志喎。系啊，意气风发啊嘛，跟住就唔持久啦嘛。系啊，咁就所以话，如果能够把握到。成就喺即係意氣風發嘅時候，即係喺你年輕嘅時候已經擁有到成就，你又能夠好去把握嘅話，堅持落去嘅話，你將來嘅成就會更大。但係如果你半途而廢啊，唔能夠堅持落去啊，或者始亂終棄啊，唔能夠貫徹始終啊，得閒搞下呢件啊，得閒搞嗰件啊，咁最終你都係兩手空空，空也空，再咗一個錯位嘅時空。
因為我最近，迷上咗呢首歌，我超級喜愛呢首歌，實太好聽，拉斯林實太好聽。啲歌詞好正噶，因為蔡時好呢首歌係因為一個嗰個作者係因為佢啱啱即係佢之前睇完呢、這、一個嗰、那個你的名字哦，有感而發就寫咗呢首歌。點知呢首歌咧出嚟個配埋啲歌詞咧，更加貼切嗰、那個嗰首嗰套嗰套戲卡通電影嗰套戲嘅內容，所以引起咗好多人嘅喜愛。跟住之後話抵 hit 到之後，又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嘅版本出咗嚟，有英文版啦、日文版，日文版都唱得好聽，日文版個女仔係啊，咁所以咧就變咗一首好正嘅歌啊，無論音樂歌詞啊，同埋原來拉線係好聽嘅，不過好難。我拉唔掂，我就中意聽人拉，慢慢嚟。首歌叫咩名啊？錯位時空。係啦，因為佢呢個嘅歌詞，即係廣東話好難去做，好難去表達咗呢個意思。但如果譬如普通話或者國語咧，啱啱可以出嚟嗰表達嗰意境好靚。國語通常好啲嘅，那個意境係好靚嘅，因為佢話我吹過你吹過嘅晚風，咁我哋算唔算係相擁過？佢嗰種好悲哀，但又好浪漫嘅感覺，啲歌詞寫得係合到好全，好正嘅。咁啊，anyway， 我哋跳咗好遠啦。總之就記住啦，貫徹始終，唔好半途而廢，趁住自己成功，更加要努力去把握，去做好啲。咁你嗰個成就先可以恆久遠，唔好就咩少年得志，然之後就誤入歧途啊，做啲。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不要欺騙不应该欺騙的人。似是你不想完我已经不讲了。好了算了，我可以给他们。但我们继续发这条友应该没有将来的，如果是这样、哦。其实基本上呢，他现在这批呢这剂未写得彻底的。他因为他。我上个礼拜听你的电台讲话。内地有一位的风水师。算命师。算命师看过他的八字就说呢，他下一关的大劫呢其实是2024年到2026年那段时间。还有第二关。是重大镬一点的。Okay. 即是说。他现在已经说要自尽了，大佬。未得晒去到可能才是去到终结得到尾咁样啦。咁但记住啦，再追粉丝呢要理智啲。即係追星要理智啲，因為實太多你喺網上見到都腦殘粉咧，即係明知你個偶像已經做咗犯法嘢，然之後夠膽先話佢劫獄咧，嗰啲真係唔係。我睇到一篇嘢好笑，佢話佢驚佢會用支牙籤嚟開鎖。哇！笑到我，因為我覺得追星唔緊要，聰明啲、理智啲，唔好因為你追個星。即是为了个偶像去做一些犯法的事，尤其是当你的偶像是犯了法，你就要去纠正那种错误，就不要说他犯法是有理的。是这个世界不啱啫，即是判了他犯法。这个是一种即是在内地叫三观错误，三观错晒不正。完全即是将所有的理伦理道德全部顛覆曬，咁即係追星追到咁樣就實在太唔理智啦。啊哈，喂，但係即係實質咧，覺得其實得彈嘢係咪真係俾人做佢啦？嗱，做就唔係咧，做佢因為學內地嗰啲新聞話齋，政府官方能夠落得刑拘嘅話，係因為掌握咗實質證據佢先會做呢樣嘢，或者做咗實質證據，又唔會因為唔需要做。因為佢的過往嘅歷史，正所謂我要喐你使鬼做證據咩？我隨時一翻查記錄，你啲證據就出曬嚟啦。因為你知嗱，美國就唔可以話立亂去開翻你啲通訊記錄啊，你去查噶嘛。即係我譬如我對啊 A 君有懷疑，咁我就要求 Facebook 啊 Message 嗰啲開翻曬佢個過往通訊記錄嚟去查佢噶嘛。喺美國係唔得噶嘛，但係中國係可以噶嘛。啊！中國是將所有他用過的微信號啊，他上網登錄過的所有的 message 冚唪唥開出嚟。哦 ，OK。所以攞曬所以點解話攞到足夠的證據去將佢刑拘呢、就係咁咯，根本不需要做他啦。唔需要做他 OK。需要做佢，就太多太多嘢俾人捉。係啦，因為佢俾
俾傳佢有問題嘅新聞都唔係第一單啊嘛。好多年前已經不停陸續咁出噶啦，只不過佢喺幕後嗰啲財團、嗰啲公關團隊財大氣粗，有能力去冚住佢咁解啫嘛。嚇、啊，即係你話我衰，我就揾一大群嘅寫嗰啲所謂嘅黑粉寫手啊，專嚟再黑翻對方，搞到咧就好似啲人就以為嗰個先係奸嘅，佢係忠嘅咁樣啊嘛。咁啊，但係呢個情況其實內地嘅官媒方面。想整頓好耐噶啦，不過冇唔知揾邊個開刀，即係攞無啦啦唔可以走去抄啲料嚟去開一個刀噶嘛。哦，既然有人，因為點解咧？過往呢單嘢最好笑嘅地方就係、是、過往佢舉報佢所犯嘅事件，因為冇人去報警，哦，冇人報警，佢唔會立案去調查。係啊，但係今次最搞笑就係佢阿媽自己就去報警啦。嚇，係啊，佢阿媽去報警話佢仔被人呃啊嘛。俾人勒索啊嘛，好啊！你话你嘅仔被勒索，我咪查咯，一查就撩咗大督屎出嚟咁啊！真系，好正啦！咁就变咗形成今时今日嗰个效果，搞到咁大坛啦！咁因为你话查咪啱晒咯，有人报案就系立案噶啦，立案我就可以做嘢噶啦，系咪先？咁我咪查咯，开翻晒所有通讯记录出嚟。哇！你嗰啲罪证多到咁，唔做你做边个？我唔做你做边个啊？系咪先？只不过就而家搞咁耐，冇乜你未有再暂时未有太多嘅发展，系因为个幕后牵扯嗰啲财团太劲啦。哦，你咁多啲咁嘅财团大佬嗰啲要喐呢啲人，唔系话咁容易噶嘛？哦，系咪先？你要再攞到证据先喐，如果咪喐唔到，俾佢反告就麻烦啊嘛？系咪先？咁啊，所以而家又系仲喺度揾紧其他证据，佢唔系话唔喐呢个吴谦，只不过吴谦已经喐咗噶啦，佢想喐佢后面嗰堆啫，但系真系喐唔喐到咁解啫，同埋冧咗成扎其他嗰啲艺人啊嘛，牵连到啦，因为其实想即系可以叫杀鸡儆猴噶啦，攞佢嚟，哦，晒啦，晒啦，系因为实在太过乌烟瘴气啦嘛，即系其实所有娱乐圈，全世界娱乐圈都乌烟瘴气噶啦，好话唔好听系咪先？只不过可能因为内地嘅发展近年。發展得太急速，係嗰、那個同埋內地資金太多嘅情況之下咧，咁變咗你利益牽扯太大嘅時候咧，幕後嗰班就玩得更加誇張，玩得更加污糟邋遢，咁所以變咗其實中國政府都想喐好耐㗎啦，即係至少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是。喐翻呢班人啦，充公翻佢哋家產嘅話，咁佢嘅庫房就會好多噶啦嘛，係咪先？係啦，梗係啦，所以想喐好耐嘅，只不過冇一個藉口，冇一個切入點咁解啫。而家好咯，你阿媽報警，真係你老母報警，我唔仲可以做嘢係咪先？啊，開心死啦係咪先？咁所以搞到咁大壇咯。咁啊，只不過就呢位阿謙哥仔啊小朋友，佢個前途都堪憂噶啦，因為佢牽扯嘅利益太大，就算佢走得翻出嚟嘅話，幕後班財團嘅話係啊，幫佢即係表面上幫佢打甩啊，就舉過嚟佢打甩啊，幫佢打甩嘅話，但係佢蝕嘅錢太多啦，佢就已經再冇利用價值嘅話，佢個下場都可能好凄慘。佢做到唔做都係凄慘噶啦，係係啊，至少湊曬朵先啦，邊個即係？其他人好難揾人同佢合作先啦，至少。梗啦，即系我系大牌子，我代言，我一定唔揾佢先啦。佢代言牙签咯。就算话你系打甩咗啊，无罪释放都好啦。哇，你个多臭成咁，我都唔会揾你去做代言先啦，系咪先？俾人攞嚟笑咩？牙签先至用嘅，死啦！法拉利都可以代言嘅，够快。够快。牙签广告俾佢做代言。系牙签广告。或者牙线，定时都一，唔得太兴奋去广告。Sorry， 我哋偷偷，之后翻嚟继续啊。Open skies radio， open your mouth，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只得个口对住佢吹出气，长头发嘅人系对住佢。慢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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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唔想松手佢啦。系，我。成日個鐘都嚟到埋，大家
褪後咁唔玩喎，唔玩，嗯點都唔玩。咁佢覺得奇怪，做咩你唔玩啊？跟住個仔就同佢講咗句説話。嗱嗰時嗰啲船中嗰啲人係落曬嚟噶啦，應該係輪到佢哋上去玩嘅時候。咁落曬嚟之後咧，個仔指住只木馬，嗰老叔叔坐住係咁喊，一定唔好玩。鬼同你煲機，信不信由你。歡迎大家收睇由零開始，係我 Ken 同埋拍檔 Con 同大家見面嘅。喺開始之前，記住要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每個星期上嚟六六，仲記得逢星期一凌晨零時收睇我哋由零開始啊，38.2号台本地頻道啊。我哋再讲下去咧，佢啲嗰班盲目嘅脑残粉可能会攻击我哋。咁啊，好咯，提高我哋嘅知名度。算啦，呢啲即系我只会咧，上得山多终遇虎啊！呢个世界系咪先？即系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绝对信呢句说话。我以为下一句系儒家前途多交易，即系你做咗件错事，你及时去收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都仲可以做翻个人。但系你变本加厉。不知悔改，繼續做下去嘅話，終有一日你自己，即係我哋中國人最香港人最中意一句説話：出得嚟行，遲早係要還。而家佢就還緊啦，還緊，還我諗有排還，有排還啦。嗰條數咁，我都唔知點還。真係好嗱，我哋繼續啦，咁啊講翻正經嘢啦，講翻我哋嘅啦啊，當你淨係手指尾係窩文。其他四隻手指是流紋的時候，通常這種人是什麼呢？這種人就是做不到富二代的。為什麼呢？是他很厲害、但他沒有什麼家業的運，所有家業交到他手都不知道會莫名其妙地 會破敗的、是運，可能是運，可能是因為本身他做事很厲害、所以通常這樣最好是什麼呢？就是建立自己的成就，建立自己的事業就會穩陣很多、如果他是繼承那個家業的話，就可能出了問題了，敗家了，敗家了。因為為什麼呢？ 他有創業的能力，但沒有守業的能力。 OK， 因為為什麼呢？他缺乏耐性和耐力、這個是他的弱點。他很能幹，但缺乏耐性和耐力的話，連創業都不行的，應該即係 start 個頭嗰陣好靚咯 ，start 個頭 ，start 個頭嗰陣就 OK OK， 有頭威冇尾陣係啊，即係開始到但係守唔到，係啦，即係佢可能會好有 idea， 好識把握時機去創立一個事業，係發展頭一剎那好成功，係，但係因為做耐咗之後咧，一穩定咗時候咧，佢就覺得悶啦，唔好玩啦 ，OK， 我又想搞第二嘢啦，咁所以咧就可能會轉咗去搞，即係嗰度如果叻嗰啲可能會點啊？賣咗佢，系啦 ，start 成功啦，賣咗佢 ，quick starter， 系啦，咁啊跟住揸住一筆揸住筆錢，又搞下第二樣嘢先，咁樣啊，開心啲先，咁樣啊，咁啊，咁啊，都係一種成功嘅方法嚟嘅，都可以嘅，我見唔少呢啲嗰啲 starter 嗰啲專做呢啲樣嘢，起咗個 business 做好咗就賣啊，咁啊都揾到好多錢㗎嚇，啊，只不過呢類人咧就唔會，佢唔會一個長久去經營一間公司做 boss 嘅人咯，哦，啊，所以如果話繼承家業咁咪唔得咯，係。哇！阿爸阿爺嗰代已經做緊呢樣嘢啦，六啲百幾年。係咯，哇！阿爺做牙籤，你係唔放過佢？阿爸做牙線，咁如果我哋做咩好咧？好悶噶嘛，即係牙線之後冇啦，大佬。牙線之後做咩啊？唔做牙醫咩？係咪先？唔得噶嘛，轉行嗰啲。係轉行啦，所以變咗通常呢類人咧係唔會繼承家業嘅。嗱，所以手指尾係窩紋，其他手指係留紋嘅人咧。是不會這樣做的。是。好了，那我們看看另一個組合了。咚咚。好，這個是什麼組合呢？就是這個，就是那個食指和尾指是窩紋，其餘這三隻手指是流紋的人，是怎樣呢？這類人呢，就最懂得去做一件事，去走去宮廷裡面生活，他喜歡宮心計。但現在沒有宮廷了。因为通常呢样咧就属于啲深谋远虑型嘅人嚟嘅，通常咧喺年轻嘅时候咧就已经思想好成熟，有啲好老成持重嘅咁嘅倾向噶啦。因为佢年纪轻就已经每一步都计算。嗱，通常呢样咧好中意捉象棋嘅。哦，
佢即係我呢下已經諗曬啲步，係諗到你十幾步之後會點做㗎啦，咁樣即係好老謀心算啊，所以呢個感覺人係會好成熟㗎嚇。咁啊，只要咧一安於平凡嘅生活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種即係點講咧？咁講咧，佢係一種唔安定嘅人啊，佢係嗰種智者千慮型嘅嗰 style 嘅人。算算杞人憂天咧？可能咁講啦，可以咁講啦，因為佢諗得太深遠、太長遠，因為太過老謀深算，即係未發生嘅嘢，佢已經估定十年之後嘅嘢發生嘅嘢咁樣嘅時候咧，咁變咗咁快估定咗，你會俾自己好多心理壓力啊，不安於現狀啊，所以不停所以要再做其他嘢去做一啲嘢嚟令自己安全感多啲啊，咁樣佢就係冇一種安全感喺裏邊，所以成日會諗多咗好多嘢，所以搞到咧平時其實可能佢生活係 OK 嘅，生活無憂嘅。但是他偏偏就搞到自己很頻撲，因為為什麼呢？他幫自己製造了太多的假想敵啊，或者危機啊，即經常覺得要有危機感，我要有危機感，有危機感的人是好的，但是過多的危機感就變成一種精神壓力，那你就會可能會有神經衰弱的情況出現啊，所以呢，逢是這兩隻手指是Warman，其他是流民的朋友呢，最重要是什麼？放寬心態，放寬心情去追求一些平凡一點的生活，記住平凡的生活不是平庸的生活，是兩個不同的境界聰明人一樣會過平凡的生活，是無能的人才會過到平庸的生活的、okay? 我就不得都是追求平凡的生活，我死都不認自己平庸雖然我是我不信雖然我很平庸，但我追求是平凡的生活、okay? 是說這些真的看你駕駛車你哇整個玩具知不是假象嚟嘅，系好啦，好啦，哇！平凡嘅生活，如果能够追求到平凡嘅生活咧，通常呢样都可以安享到晚年嘅，因为其实咧佢心无怨女嘛，佢所有嘢都 plan 好晒噶。通常呢样嘢会出现喺啲处女座啊、摩羯座啲人身上，吓呢个呢种指纹，因为点解佢哋会比较谂得长远啲，系啊，帮自己安排得稳阵啲、妥当啲，佢哋要安全感。吓，巨蟹座人都可能会出现，所以佢哋要稳阵派嘛，即系买保险嗰啲人啊，系啦系啦，安全啊，稳阵啊，咁样吓，咁啊，只要佢能够将个心情适度地放宽，唔使咁过分地追求安全感嘅话，佢生活应该过得唔错嘅。明白，所以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咁多即系组合指纹嚟讲，其实我反而几欣赏呢个咯。但系你系咪呢只？我都唔算系呢只，唔算系，唔算系呢只。其实我冇乜细心留意过自己系乜嘢。好啦，嚟到呢、這个食指、无名指同尾指都系窝文嘅人咧，嗱、這、呢个就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啊，呢、這个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呢类人嘅人咧，使钱啊比较豪爽啲嘅吓，经常会出现呢个入不敷支嘅一个情况出现。我唔使睇我都知道我系。咁通常咧，而呢啲人最大个。情況是什麼呢？他有時會不計，即是怎麼說呢？很享受尋歡作樂，但是沒有量力而為的感覺。即是人家拿一百幾十萬去玩，買超跑來玩，他又真的會問借一百幾十萬去買超跑來玩。最終的結果是怎麼大家都知道，人家是自己的身家有一百幾十萬買超跑，你是左借右借，借很多錢回來，借一百幾十萬去買超跑。系人玩你又玩，但系人哋玩得起，你玩唔起。O K， 系啦，咁所以呢样咧就通常都几大件事，好多时咧去到晚年嘅时候咧都要依靠人哋嘅寄养啊、接济嚟去过活噶。啊，咁所以咧要学识改晒呢个浪费嘅坏习惯啦。嗯，所以记住啦，如果你嘅食指、无名指同尾指都是窝文的人的话，真的挺窝火下的。真的窝火啊。是啦，所以你记住啦，就要戒掉这个浪费的习惯，即是人玩你又玩，你玩不玩得起先、啊、人又搞靓妹，你又搞靓妹，你搞不搞得起先？你真的不放过他。不搞靓妹很多人都会做啦。我不是说他。好自己对他合作。OK,即系总之，即系人哋玩嘅嘢，因为人哋有咁嘅家底，又就系咁嘅势力可以玩。你唔系嗰个家底，你唔系嗰势力，咁你就唔好嘥嗰啲钱。即系我识好多人都系咁样玩靓妹。我以前
咁我真係識唔到人玩咧，會好抱歉。哎呀，諗住叫你介紹下啲、哎，我都想嘅，即係識下啲咁嘅朋友，睇下佢咩心態。但我真係識唔到，OK 係。咁係咩咧？就係我有啲朋友嘅話咧，佢啊即係同一班有錢仔玩。哦。咁但係佢唔係有錢仔。哦。好啦，班有錢仔真係一齊哇！我哋呢期新行就出咗架靚車，好正。一齊冇人，每人出一架啦咁樣。咁嗰班有錢仔去到，個個都係富二代，佢一人買一架。系，梗系出得起啦，大佬，佢哋个个都富二代。系，但我呢位朋友唔系嘅。啊，咁当时嚟讲咧，佢就争少少个单批唔够，佢就问我另一个朋友借个单批。哇、哦，咁嗰个朋友就有钱人嚟嘅，咁啊，是但啦咁啊。当时我记得系借咗五六千蚊单批，几年前美金，廿几年前，廿几年前六千蚊单批，廿几、哦、差唔多将近咩车啊，将近三十年前咩车？梗系欧洲车，你名厂欧洲车啦。哇！三十年前买噶，唔系，咁你谂下都几系噶，真系几系啊！单批唔平噶 ，OK， 五六千蚊，三十年前喎，大佬，系啊，系啊，系几个员工啊？系，冇错，两个员工啊，当时佢嘅两个员工，啊，佢嗰时佢唔知啊，差唔多将近三倍人工，三倍啊，系当时嘅呢个，啊，卅几年前 ，OK， 咁啊，文若借咗五六千蚊去单批，夹硬陪佢哋一齐出嗰架车，系，咁啊，最后咧。咁啊，佢啊繼續啊努力揾錢啦，又要供車要養啊嘛，啊嗰啲嗰一富二代就自己一次過 pay off 嘅，佢啊死供硬供嘅，係係啦，到佢供得好穩定嘅時候咧，供到即係冇乜壓力嘅情況之下咧，就有錢啦，佢就身痕，即係買音響 HiFi 買其他嘢咁。哦，咁咧就嚟講嗰個大哥有錢朋友話，咦最近咁有錢嘅，又買新 HiFi 又換新嘅名牌咩？穿着阿瑪尼那些衣服，即是你手头松动啦，还钱。哎呀不是啊，其实呢件衣服我买了很久，现在才拆出来穿啊。哦，那部 HiFi 呢我供的，没想过要还钱啊。这些就玩不起又要玩，跟着还要是啊。都是讲大话。哎算了。即是认识这些朋友，即是两个字该会。啊！今集好多私怨啊！即系成熟嘅番薯该会，我中意呢个。佢系一件典型嘅成熟嘅番薯。咁啊，当然啦，最后呢、這个呢位呢位呢位朋友，但系喺我哋嘅朋友圈里边，梗系就脱离咗趣啦。哦，即系大家都识得佢，佢专系有借冇还啊，同埋专系最中意咧就系、是、叫人朋友啲啲、哦、女朋友。好出名嘅，咁所以就所有朋友见到佢都掉头走，真系唔想对住佢。OK， 咁好似呢啲人啊，应该系边只咧？就系头先就咁啦。好，我哋下一位啊，下一位咧就系、是、好啦，嚟到呢个食指同无名指系窝文嘅人啦。食指同无名指系窝文嘅人咧，就通常咧呢样嘅性格就比较倔啦，即系唔。嗰啲細不低頭嗰啲主角咧，就通常都係有啲指紋啦，係啦，因為通常咧佢就係、是、就係一種不屈不撓嘅精神，所以呢個人通常成功機會率會比較高啲嘅。首先佢唔會向咁容易向現實屈服啊，唔會向人低頭屈服啊，即係總之你話唔得，我就捱到得為止，即係唔永有一種永不放棄嘅性格。所以通常咧，譬如喺運動員方面，最終能夠奪冠啊、攞金牌嗰啲咧，通常可能就係呢類咁嘅性格嘅人啦。啊，因為佢有堅定嘅意志，所以通常咧，大部分啲人咧。都是會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無論他是做生意也好，運動員也好，做任何事都好，的而且確一個人能夠有堅定的意志，有恆心，肯耐力，不屈不撓的人，有多少個會埋出頭啊？就算他做不到北非特，做不到標記，起碼都是一個小富先啦，即係至少生活無憂。即係你好像話呢些細不低頭死啊，通常唯一不成功是咩咧？就捱到死鬼咗咯。咁呢啲系呢啲系你身体上面嘅问题啦，咁呢个就唔怪得佢啦，系咪先？系，即系个身体唔争气啦。系啊，我有坚毅嘅意志，不屈不挠嘅精神，不过本身都系病痛。系，咁呢个系命。我只可以讲深表同情啊，但系一般咁情况就少嘅，系咪先？咁多数，所以呢类人多数如果系有咁样嘅窝文嘅指纹嘅朋友咧，通常佢成功机会率咧都系会比较高好多嘅。嗯，好啦，咁我哋嚟到下一位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嚟到。中指
同尾字係有窩紋嘅人啦。嗱，中指同尾字有窩紋嘅人咧，一般嚟講啊，佢人生嘅命運咧就簡直係驚濤海浪、波濤洶湧、大上大落，就突然間咧一夜致富，但係可能突然間一夜之後就破產咁樣嘅。我哋叫還發還破嘅一種命格。還發還破啊？係啊，係啊，即係邊個還啊？還財個還。還財個還。係啦，還發還破嘅命格係咩咧？就即係話，可能突然間一個機緣巧合。時代運動賺了一大筆，成為一夜富戶咁樣嚇。咁但係可能跟住轉頭投資失利啊，或者被呃咗至少咧，就一鋪清袋啊咁樣。咁嗰啲叫還發還破啦咁樣嘅。所以通常呢類人咧，最記住一樣嘢就係你嘅性格有弱點，所以你運本身有弱點。咁所以你做呢樣做嘢咧，唔好咁急。唔好一次過 all in， 下下都曬爛。係啊，因為即係下下曬爛嘅話，係啊，曬啱咗。咪發達咯，係咪先 ？all in 輸咗嘅話，咪一鋪清袋咯。咁所以通常呢樣咧就係記住，唔好操之過急，樣樣嘢都按部就班，按部就班嚟去做，即係逐少逐少。係，抌咗一嚿出嚟 work 啦，再抌第二嚿加大佢，再 work 啦，先再抌第三嚿，每一次過就曬啦。你估個個都係賭聖咩？你唔識出牌嘅大佬。係啊，你嘅運咧係嗰啲因為大上大落嘅運啊。咁所以咧，你試水運，通常呢個命格嘅人咧。我會勸一樣試水運，就係會做每一樣嘢都先投放第一嚿金來 ，work 啦，先再掟第二嚿金來，咦，仲係穩陣啦，先再掟第三嚿金。OK， 到鬥陣講咦唔 work 啦，咁嗰陣你就要好收手啦。明白。係啦，就即係唔好話咩贏就谷，輸就縮。啊，呢個就真係啱啦啊！贏嗰陣再抌落去咯，嚇、啊、輸縮咯，喺呢、這個。即係比較安全啲嘅做法咯，尤其是你個命格，如果係一種咁樣大上大落、還發還破嘅話咧，嘅人嚟講咧，咁如果咁樣去揾做啲用啲穩陣啲嘅方法去發展你嘅無論係事業啊、一條嘅嘢咧，終歸喺晚年嘅時候咧都可以平步青雲嘅。嗯哼，啊，即係一個唔差嘅呢個文嘅唔差嘅，只不過就係話你點樣去控制自己嗰種成日下下下都中意 all in 嗰種心態咯，即係就嚟一波啊，賭大佢啦咁啊，得得唔得就咩得，口語化好似咁樣講啊，得得唔得就乜得啊，咩得咧唔知咧。好啦，嚟到呢、這個無名指同埋尾指係窩紋嘅人嗱，咁呢樣人係乜嘢人咧？呢類人咧就係、好似我呢類人啦，死直把口。又唔似呢度唔係咁講喎，呢度係講善於紅變喎、善於紅變，善於紅變真係死正爆啦！最嗰最咧咩啊？得乜嘢都拗餐死。咁當然啦，嗱，死正爆嘅人咧都有兩大類嘅。啊，有一種死正爆啫，但係佢唔係唔做嘢嘅，即係佢拗完咗佢先，然之後佢都會繼續做嘢嘅，繼續落力奮鬥落去嘅。但係有啲就淨係齋講嘅啫。即係紅變呢度咧都係分兩個層次嘅，一種紅變就係、佢實力與口才並重啊！只不過我有實力，但我都唔想輸喺口才上輸俾你。係、或者佢口才好，因為佢口才好，因為佢個實力配搭之後，就可以成為一啲嗱、啊。通常我哋中國人成日有個説話，識做嘢緊要啲，定識做人緊要啲咧？好多時係識做人緊要啲噶嘛。而識做人最大嘅，識做人最緊要嘅一個其中一塊咩咧？就是、一定要好口才。啱、你一开口得罪人嘅话，你点识做人啫？好啱，好中啊！呢个系咪先？即系你明显咯。人哋问你今日我身打扮点样啊？确实咧，好有创意。但有时艺术呢样嘢咧，就唔系人人都接受到嘅。carry 到啊！你跳得太前咧，啲人会觉得你会怪噶啦。系同住你话，哇，着成咁，你都系低能啊！咁样系两个唔同嘅嘅效果境界嘅境界嚟噶。我哋中文最中意嗰句说话。境界是心态是可以决定你的境界，境界亦都决定了你的成就。OK，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嚟噶。所以咧，嗱，通常净系呢两手指系窝文人咧，口才好叻嘅。啊，只要佢能够咧再加努力去配合佢嘅发展嘅话咧，通常都有唔错嘅成就嘅。嗯，因为通常有口才嘅人其实蠢嘅有限啦，系咪先？咁系，咁系。即系识讲嘢，识谂嘢。你智商嚟讲嘢会口口才啊？系咪先？系。除非系种两情况。擁有嗰啲嗰啲叫學者症候群嗰類人，哦，嗰類學者症候群嗰類咧就係嗰啲咩講唔到嘢啊？佢有個學者症候群本身有另一個名稱嘅，叫做死啦，
我唔記得咗突然間我另一個學名啊，我就知道何子成係即係咩咧？就係即係哦，阿斯伯格症。哦，我好似有聽過。嚇、啊，即係佢喺某一方面咧係天才嚟嘅。係，但係佢唔識表達。但係佢唔識表達，所以呢個人咧講嘢就一嚿嚿。冇人聽得明佢講咩嘢嘅，甚至乎唔中意講嘢，唔識講嘢嘅。但係佢喺嗰方面咧係超級天才嘅，喺某一方面。啊咁啊叫智者學者症候群，即係可能舉個例，佢計數超級天才，好叻嘅。但係佢叫話翻俾人聽點解佢可以計到，佢就咁咁咪得咯，講嘢都唔明㗎啦，即係唔識講嘢㗎啦。嚇，咁嗰陣另類，但係如果就好多人都成日都覺得自己係嗰類人啦。我識好多身邊嘅人咧，我肯定係成日話我唔識講嘢，因為我某方面太叻，好多人中意咁樣安慰自己。咁但係唔係每一個你考場唔叻就係唔叻，唔關事咩？你未必一定係呢、這個，你學者正係貴，你承認你自己係考場唔好過啦。好衰嘅你，唔係我真係有啲朋友係咁樣話咗佢，不過你講嘢一嚿嚿㗎，係、hey, 我谂嘢太快啊嘛，我叻过我有解释，即系我解释佢都唔明噶啦，咪唔讲咯。但系其实我见你，我都唔觉得你其中吓，即系咁样啦。总之记住，口才好嘅人通常都智商啊 ，average 都唔低嘅。只要你肯坚持啊，奋斗努力嘅话，通常呢两个成就都唔错嘅。所以呢个都系一种属于良性嘅組合的一個叫做指紋的組合 ，OK， 嗯，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做個時間先啊，已經超曬時啦，咁所以咧呢啲其他嘅指紋咧，我仲有，仲有好多，哇，指紋嘅組合，你要五隻手指，佢係五隻啫，唔係十隻啊嘛，單隻係睇得噶啦，單隻睇得噶啦，嚇啊，通常都係咁樣就已經係好知道好多 information， 咁所以咧，因為就係流紋同指紋，雖然話係陰陽兩，即係當係。阴阳两拗的一个组合系咪先？但系五只手指所拉出嚟嘅千变万化，可以好多，起码卅几个组合噶。系啊，咁我哋而家先讲到咧，第二十个啫嘛。啊，留翻嗰十个下次讲。系啦，留翻啦，我哋下一次继续娱乐小百科，再同大家分享下唔同嘅指纹系会有啲咩有趣嘅性格。同埋下次睇下牙签哥唱啲，临尾都补佢，有冇新嘅跟进系嘛？系啦，我哋做娱乐八卦节目，会断咗啲牙签。开锁逃狱嗰阵时断咗，好，我下次再见，拜拜。